爸是做生意的，那时候我对法律系的概念就只是觉得好像当律师，就是说他们做生意要对客人要比较低声下气、哦、那对我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观念，就是反正律师虽然当事人是我们客人，我们不用跟他低声下气，我们可以骂他所以基于这样的原因，所以应该可以当律师。然后考试的时候就是觉得说，反正我只要考上其中一个，我就不想考了。对，大概的概念就是这样。然后后来就只有考到律师，没办法当法官，没办法当检察官，所以就断了我当法官跟检察官这条路，就来当律师。对，他们的想法就是过去的就不管我们了，反正就是因为他们很忙，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很长，所以永远家里面可能就是放个100块。记得大概是100块，然后我们三个除了吃饱肉，还可以留钱去买那个漫画。以前是看那个什么《童年快报》，有看过吗？没看过。对啊，就是现在日本的那个漫画，后来就拆成很多本，到现在还没有。他现在还看漫画？有，还在看一下。就是写照纸写不出来的看漫画，就算写得出来的漫画。繁琐的事情那一种案件，我就没什么兴趣，因为死刑没有什么意义啊，我觉得它没有效果，我不喜欢没有意义的东西，对，对，我觉得它是个没有意义的东西，它没有办法解决任何的事情。应该这样讲，应该是说之前其实没有去想这件事情，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意思说，哦，这个东西到底好还不好，还是传或要留还是不留。那刚开始想这件事情，就是可能有一些案件或者当年开始在想的，就会有这样子的，就自己会这样觉得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不是，我念书没有很认真啊，啊，就不是那种认真的人，所以你说我大学或者高中就开始说我要退出实习什么，没有什么事啊，有时候我都看漫画，对，你问我漫画的内容，我可能比较熟悉，知道吧？我老婆应该知道了，老婆都是知道的。我老婆知道了，他会不开心一些之类的。不会，他不会特别。就是我们家里面不太特别谈这样子的事情，所以就是像他的工作，除非他自己要去讲他工作有发生什么奇怪的鸟事，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反正这个就是两边各自的选择嘛。对呀、啊，那就是我的工作内容，那他就是他的。高兴或不高兴，但是我高中才去，然后大学才提的。是我们高中在考大学的那一段时间，那我们就一起念书。对，应该是这样。为什么他跟他念书，跟别人念书？所以就没有在念书，所以就念不好，所以就考不好，人生就是这样嘛。看法我觉得还好了，基本上我们不会特别要求小朋友怎么样。可是差别是，我觉得我很多有一些我比较有原则，我太太比较没有原则，我觉得。我也是。他说不定他反过来讲，说我比较没有原则。我也是没有原则。对，就是因为我跟小朋友讲说你要做什么事，就是我跟你讲好，就是把它做完。然后比如说他要处罚他，我跟他说多久就是要多久。那我老婆会不妥协。好吧，因为我儿子很，反正他就会讲一些理由、借口一大堆，然后就是很烂的借口，可是我老婆会接受。那他比较同理他啊。对，我没办法同理。这个年纪的小孩就是会这样。如果你们夫妻两个对小孩来说，相较起来，小孩会觉得你比较严格。对。他会比较怕你吗？也不会。反正表面上，对啊，表面上服从，对，背后不管。应该就是这样的概念。嗯，其实懂那个案子、哦，我对他其实是比较深刻的。嗯，就算是他算是我的第一件的事情案件，可是我对他案件的印象不在于整个审理程序，我
最大的影响是他的太太。那一段时间，他太太不断的跟我求助，就说他怕人家来报仇，他没办法睡觉，然后他每天晚上可能就是外面有摩托车过来，他就会抱着小孩子，就是躲在那个窗户下面，怕让人知道他们在家里。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第一次比较认识到说，加害者家属他是被害人家，也是被害人，也是一种被害人这种很强烈的认知。那时候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跟他聊怎么去，就是大家怎么样去应对。他是一个很典型的，在家庭暴力底下的一个受暴妇，可是他又很尽心尽力的要，即便有犯了这么大的事情，然后都平常其实也不回家，然后对他又拳脚相向，各方面的你可以想象到很糟糕的状态啊，什么都是。可是他就是他，就是很传统的，就是他要照顾好，照顾他的小孩，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有印象的一件事情。你为什么都嫌餐点太健康，真的很难搞？为什么都不请我们吃好食？这两个问题，因为健康的东西就不好吃啊，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就是不好吃啊。为什么不请我们吃烤鸡？然后改天吃烤鸡啊？这个很简单啊，这什么烂题目啊？第二题，爸爸什么时候修马桶水箱漏水？把蹲可不可以换水电？就是我儿子。哦，我最近会叫他把半蹲，就是靠在墙上。哇耶！没错，我就叫他一直坐一下，而且他们马上。不会换水费，不喜欢水费，因为他们之前水费都很容易。那个修水瞎马桶漏水，那个我会修。我会修。你有赞，一天睡几个小时？用什么样的保养品？各位都会。一天睡几个小时？六七个小时吧，还好。我没有保养品，所以他们也不会看过。这什么烂题目？我们用保养品。寿布说他最近很累，有什么奖励吗？我可以请他吃鸡排。应该是银山提问，这很烂。168执行多久了？瘦了多少？那后来就没怎么用啦、啊。后来我觉得执行很久，不过我现在比较随便一点，因为他到一个阶段，大概到瘦到4到5公斤就会停下，就没有用。可是大部分人前面的话都瘦到4到5公斤，那现在执行比较不彻底，我觉得反正因为也不会往下，啊，反正就维持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就停下来，你怎么知道后面不会？因为我有段时间没有变瘦，我就觉得应该没有屁用，就是这样。好，瘦了多少？就是4到5公斤，后来就没有变瘦。你为什么这么自由自在？这种感觉，你好。就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听说俊宏很想换车，才没有呢。我当然想换车，前提不存在。这题目有的很不好啊。你有想要推荐一部漫画吗？漫画，死亡笔记本上我觉得不错。第一部要叶问来看，叶问本。有看过吗？就好看了。不要，那画不就是看开心就好了？对啊。不然还有什么理由？